这大海啊，刚刚退啊，潮水刚刚退到这个位置啊。趁赶海大叔没有来，我们先下来捡捡海鲜啊！快点快点，出发了，去捡了。咦，快看，这潮水里还有个海猫眼螺，哇，一个，我去，又一个，哇，这里又一个，好多好多猫眼螺，刚退潮就是好。哇，你看看，这里还有个海螺呢，你看，你们看，真好呀，怪不得他们就还没退潮都来呢，快捡快捡，都带回家了，我去，好多，搜，快看，这里又一个，哈，这看来这是刚退潮的时候就是多呀，又一个，这今天的猫眼螺要爆桶了，搜。这里还有一个扇贝，看看跟沙子的颜色一样一样的啊，不注意是看不到的，一定要仔细捡啊，你看跟沙子颜色很接近啊，熟了带走了，快看在这里还有一个月亮贝，这应该是潮水刚刚退出来，你看还有一半还在水里，有一半还在沙子里呢啊，收，马上带走了，收。